它的缘起啊，它就是因为啊，它的那个人因癌症而啊得到癌症而接受西医的治疗后，不幸的扩散了。在张医师的讲述当中，他想到说，他也是个中医师，他为什么不能去减轻他太太的那个治好他太太的癌症跟病痛？结果他就是很用心的啊，帮他的太太啊，就看了很多很多中医师的医学方面的书籍的东西，他帮他太太的按摩。他在按摩的当中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症状。他有一次他在按摩他某一个肌肉的点，结果他太太啊、本来他太太痛得都不能痛，他由轻而重的慢慢的把那个点啊揉开以后，他太太的某边的疼痛就消失了。他发现怎么这么有效？原始点疗法之所以能够在各地风行，主要原因在于不用打针吃药，随时可以做，而且没有副作用。此疗法的过程在网络上都可以搜寻得到，而且完全的公开广泛推行，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网搜寻相关资料。法律新闻允许高雄采访报道。接下来南正法师要来和我们分享。